他们这个是虾面的汤底啦。对。你们一天这样子要熬几个小时啊？大概四个小时这样子。小时候闻到味道，一宵有回就来会去。哎，老乡老乡，蛮多是虾哦。这我们应该第四还是第五次了？特别上街来德沙家要做什么？这边带你去吃一个虾面，我小学都吃过了，看到没？小学啊。来，我去吃。啊，去 order。哎，老板 order 来。啊，来一个虾面哦，龟雕米粉。龟雕米粉。还有什么好介绍？虾面或者清汤，那我们都多数人 order 啦。你的清汤是什么清汤？啊，鸡汤来的那个。好吧，这个是虾面的汤底啦。对。你们一天这样子要熬几个小时啊？大概四个小时这样子。一天卖几包啊？大概？不定啊，有时候三包，有时候四包，看啦、啊。哦。看生意量啦、啊。做了多少年了？这边？38年。38年了。啊。来一个，一样一个咯。最重要是看汤底，颜色不会太深，不过已经闻到很香了。来一口汤，颜色不深，可是味道很浓，应该是熬两个钟。看一下有没有料先，虾面最重要是虾，这种肉是很像你们小时候吃的肉哎。还有其他的，来给你们看一下那面子，漂亮。小时候闻到味道，一宵有回就来会去，不错，它味道不会太浓那种。我现在是小学了，味道就是虾。哎，老虾老虾，蛮多是虾哦。这我们应该第四还是第五次了？虽然本身虾面就已经很够味了，不过我们偏偏喜欢放辣椒，什么都要放辣椒啊，放辣椒。放久就很香，这样你觉得不够辣啊？倒完下去再捞过，过完配啊！你要这样沾也可以，要加下去也可以。啊，这是清汤了，你看有没有料？鱼圆、猪肉圆、放，还点猪肉啊！啊，最重要是汤，清清，香那个糟葱的味道。来看一下龟脚，晶莹剔透。来，喝一口啊，汤的味道，清清淡淡，带一点葱香味啊。龟脚很滑，下午如果你不想吃热气吃这个也是 OK 的。平时休息啊这些？啊，我们是两个星期四一次。两个星期休息一次，星期四。啊，对。时间几点到几点啊？我们早上7点开就开，开到3点。